拖延了大概兩個鐘、三個鐘的時間之後，我表示我身體不適，就要去醫院。在醫院就拖延了48個鐘。今天就再次來到這個西九龍法院的就是搶劇到一宗公共地方行為不檢案。咁我已經同陳振生咧同事講咗好多次，咁我哋喺度講啦，係咯。今次政府嘅檢控，即係啲嘅檢控，唔會令到威蓋。我越想我收聲，我哋更加要出嚟，更加要出嚟抗爭。我好肯定，我抗爭會過門，我都會繼續出嚟，我仲更加抗爭，唔會因為佢退税，唔會因為佢檢控我收聲。啊，對，點解同我講先？好，咁我而家就講一講，係喺前兩日8月25日嘅大約2點鐘嘅時候啦，我喺西九龍法院嘅門口突然之間俾多名嘅便衣警員拘捕，佢表示我因為牽涉一宗公眾地方行為不檢案件，就將我出庭拘捕帶翻沙灣警署啦。咁呢一宗案件，我自己又認為係唔合理嘅一個拘捕係啦，我只係。行埋收去陳燕林屋企人隔離嗰度嗌咗幾個口號，咁就俾佢無理拘捕，我覺得好唔合理嘅。而家案件已經進入咗司法程序啦，咁我就唔方便喺度再透露太多。但我喺度講嘅係，我唔會因為佢一次拘捕我就收聲。地咁嘅抗爭活動，我仍然係會出嚟繼續去為呢個民主同埋自由去發聲，係啦。我哋可以好好。保釋條件是港幣2000元啦，保釋金，交出旅遊證件啦，同埋唔可以再接觸到呢、這個死因層嘅控方證人啦。得唔得？得唔得？我會愛啊！呢個我擔心嘅，但我覺得香港人去到呢個時候，去到呢一個地步，依家係唔可以再畏懼。我已經係心理準備再俾佢拘捕，但我仍然係會出嚟，唔會因為佢被捕而驚佢。